看哦，腰转，摇下来，好，再看一次哦，45度角，好，头转腰转，摇下来，好了吗？好，再看一次哦，头转的右，好，这都是腰转三个目标，脚45度角，摇下来，好，接下来好，好，45度角是由下而上45度角，拍，摇下来。直接勾，就直接整只脚都开过来，整只棍子直接甩过来。